半道里，然后因为程序慢慢。
哎，算了，还有，请谈掉什么节？新店乡、东线乡、雅轩乡、东线乡嘛，给我办。所以哎呀，那几年他被，阿婆同意，不要一个手机，都麻烦，哎，得有五都麻烦，你哎那几年。你也可以觉得垃圾，所以我们要提一个流水的垃圾，然后掉下去，它掉下去就卖给你去了。然后说下跌，好，它就会变成一个 OK， 没有，这是有意义的。那垃圾会产生有变的吗？还有球还有。咱到啥地方拢奇数就是阳数，偶数就是阴数，啊，所以咧阳数，啊，无你个控制怎样？嘿，无你个控制怎样？你后续一开始啊，较早加二分钟是阴天话，所以我嘛控制怎样？啊，无搞，我控制怎样？啊，无来控制用啊。一般咱若是讲点做对象，应该是较无这种情形，啊，你讲是啥物事？控制怎样？控制都他袂大概是阴天话。所以，咱两个人是啊吼，就比较不容易忘记啊。上野街乡嘛，发现公司南市公司嘛吼，然后有在在银保区吼，还有有道理对，这样就比较容易把它记起，又不容易忘记。他说我从这边引导是引导，嗯，引导社会啊，引导社会啊。第二次代表啊，引导代表。然后做做迄细节，讲咱来的时阵啊吼，这种爱心用好老好，啊去挂在台上嘛是用好，吼，这是是咱自己小办到一点，啊够钱。我想讲，像台湾这时阵要办到啊，啊便宜便宜嘛，来便宜多，然后到时要办。这时候下雨就比较重要，因为他们有擦过，他们比较不擦啊，所以下雨要尽量站靠近，然后告诉他要擦在哪一个地方。今天真的，天气这样更热，对，有怕这些反应吧？没有，是偶然。没有，他是偶然。不过哎，要多大？然后我们那边有一样。
我只借半个。然后他多少钱了吗？多少？他多少？那天借半个。我是换楼，我借了一定的借了。没有。你多少钱嘛？啊，嗯。我这习惯不讲了，是超过我号，安尼也是没借了。啊，你是用爱就是在看，还想弄啊？而且他多一个。啊，明天基督在你讲我的故事，所以真的是看两个比较高啊，对，不是的。然后你看，你查了，当地比例啊，你看过来个，他个看嘞，中国在中国放，当做没有，你不是我放的，啊，是中国看嘞，讲我的，我看我那看，你我所有的都是基督。反正就是那些东西，他会从外面传到我们这边，我们这边就传到外面。特暂停，暂停到这边啊！还有疑惑的，我们讨论一下提出来请教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各单位发现如果不一样，我请提出来，好不好？不能接受失败，我感觉。要不要？赶紧把事情告知啊！啊，但这个顺序要不要？如果你真的需要到前面来看这些货，所以一定要办到的时候，没有，还有一个九五大的，九五大的，那个九五单，刚刚初一十五也是这样，高三的，没有，银保单位，银保单位前三坤六三，再求到两个，南乡永康方的十一组，然后再一个又三两，五五十五点，那也是相当相当，相当相当。你没有去，你讲的。对，只有我听说。啊，记得你导师只有一次啊，求到一次啊，这样各少掉一次的，没问题。安路啊，多你去求到的话，有钱到困扰，他给你银保了，银保，银保，银保弄的。后来一代表刚签到，是是安尼啦，只有一次的。我是刚刚每个部门，是做功课，刚讲讲，他规定讲吼，假设他到了，我咱们尽量要求到的。也是送银保是一些什么呢？一些比较叫从前到那从从爸爸妈妈都他听说有狗，但是无时啊，他只要保隐私，有些妈妈，有些爸爸，或者是人保私，他可以聊爸爸，我们都分得开。以前真是不公平，那个爸爸。所以今天摆了很多老板，每个人都摆了，我想我自己摆。看见没有那个空档？对啊，对啊，看见了，三次，看不见。今天还得六五座位，请多看一下哦，空档啊，等一下啊。啊，是。他基本上都是，换到其他形态去。所以，他不刚才刚刚，哦，在办公室发呆，还是有客户。还有哪些？有些什么？产品有时候都很忙。有的单位不会直接管，只有到一块两一公斤有姜饼的，姜饼的公司是用在底下，在底下，而且呢是用来腌。那不，那得腌，腌的少。
照太满，你不要照太满，你也照太满，哦，一点不错呀，哎，所以你这个也对。
卖这种东西，都是靠我们自己，不用担心。我这家其实蛮好的，我想这个六百万是长长时间后的，所以那不是说我们，那脾气微妥，嗯。他这个是，这个是，哦，他说是卖这些，哦，然后茶叶啊，哎，茶叶卖不少，也，哦，还有，茶叶这些都是卖不少，比咱们北京啊，还有不少这些，这真是干不了，还来呀，再来，他们说，所以，你们可以茶叶啊，这里面什么，咖啡。啊、所以说，这个用太多，然后，迄地方伊是准备下面卖是较强的，卖是较强的。刚刚他说对我开始是较强，好啦，啊不你开始强啊，你从起到半个小时，拢较强了啦，啊半个小时你，应该都无事，没有。所以，迄是应该是最对的物件。啊，过来，像。你保持当面啊，人才还是你老弟，你们家弱啊，这老啊，也算是当业绩，我才死啊，所以就在跟你老弟，啊，知道当面是什么，还是哎，我们是去，然后这种这样的时候，当然得得到什么东西，上下跟我一起这边，给我东西。还有人才对这样子啊，喜欢批，或许刚刚他在我们多，现在多，你看那个啊，变成什么了？算在往里面挑战，但年晚，但年晚，你或许有比以前更明显哦。或许他野毛巾没了啊，然后到昨天在什么地方里啊，那是或许进步啊。上面啊，做不上来，进步啊，可能到个这个地区啊，所以没那么多发售了，而且。还有的有的反而啊，毛衣可能比较了解，我们可能还蛮不错。所以啊，我的还是好比较谦虚嘛。以前的人很多都做这些事情，那现在伪装逻辑啊，他做的努力挺爱吃啊，然后做啊，像咱这种好啊吼，好料啊，你有在这种方面啊，干净的，有的激活它。然后拜见呢、啊，兄弟。目前这个准备工作，大家都弄的都好哈。那下来就是开始模拟要限供，那要先你们是限供。那、啊、你台湾写的是限供，你介绍吗？限供你介绍，他是限供你介绍，就是上你的，还是他别人限供？下礼拜开始介绍，阿姨介绍了多少？你就大概讲一下流程，那流程。放心。哦。没有，只有只有我们是群相会有。咱两个上线了，就没啥时间了嘛吼，就是得。一节类吧，我们都是一节类，那类似于原始的动作，然后差谁去看也不用买，在比较前面的地方，看人家有顺的地方，对，用线供，然后一节类，两分钟五折，看看就，还有一节类，而且是你是周末给人家去放在胸前。哎，够了，咱们一般就够了。那哪会坚持够的？那他三十万吼，以前咱三十公顷，那供我也够吃。咱他这边家里是不要不够，只能吃包。对对对，以前还要打架。对，供我够了。供我够了。对，是吧？他这两只能吃，就香囊包。哎呀，所以俺那香香就比较好。对，就香的，另外是就会包的那种。还有困惑了，还有困惑，还有困惑，可能是那不好看的。他问他，好，这个地方暂停。你的菜很贵啊，你看你的，还是不香？他是咱啥地方的茶多？另外茶个这个也是哈，来过江的包菜，啊，这咱哪个茶多？有困惑，别来哈，
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变好了怎么是差？哦，按不见就是了。对对。那听清楚吗？各位伙伴，都清楚了吗？啊，你说那怎么样？他之后的就水平很差，不要插在盘腔里面。如果首先心到心，因为这个安装插光的一点点都不可以，而且它是三个指数的。对，安装的是，如果有从下面安，还有个节点啊，还有个手柄啊，它可以。如果要这样弄的话，因为你不来也是来拆的嘛，一块，哎，所以你用在那个房间上面拆，他拆，离开了是吧？他不在，你不写，你不写，我这工作不是那么的，然后就是，做那个干部之后，就是那些做那个人，你分钱去干部这些，那干部干部的情况是怎么？因为老。所以我们就是用来看光膜，啊，不比就是知道出来的电源是怎么做，我们用光膜就是可以连续的一直看光膜，还有我预测，反正剩下的就是听一下，哦，啊不就是用电源做，啊去试一下，不过时间很短呀，你就是不能在光膜上去现场。那几个钟头，我们刚来一个星期。哎。那是那个电灯啊，那个电灯，那个线，哎，那种程序也不是他们关线共同单位不是，就来讲国家，国家，五公里哦，五公里，里面租建箱也是那个，里面全下单。在他在路上的时候，下一要介绍那个线供的意义啊，他刚才示范的中心单位视频，你看一听大概怎么讲，后面介绍五人是线，介绍线供的设施。刚刚好的，好的，嗯，可以，可以。各位真诶，大家好啊！咱非常恭喜今仔日要来办这款先天大道，因为是天不圆，地不平，必须要亲临台大天上华替天行道。下面咱有准备一挂香花茶果要来以身作则。现在咱就要来开始献上茶果，请咱各位真诶加以切记。校长，我们以前是这样，之后有改，现在改成非常的简单。微笑的够嘛，我让你啊尽量设计资料，我都把它列印出来，放在校资料里。只要那票或者要让他注明，就是用办到领的，全部有相关的办到领的，然后点号加校长这样子，好不好？这边点了，到微笑部的，等一下大家分享。真的，对，是。有点不太一样。OK， 先讲。